开门。新来的吧？对，您叫我小宋就行。注意点啊，很久没人从这逃跑了。你这刚过来就碰上了，打起精神，盯紧了，听见没？ 起来活动一下，起不来了。王涵，我过不了这坎儿了。闭上你臭嘴！杨伟说了，你结束未到。兄弟，你已经救我出来了，但我走不了，这是命。你再坚持一会儿，咱们这就出去，我给你找个小医院。王总，你这个人情，你不是要扒了我这身皮吗？